全开，一路周全没意外，等待着你的呼唤，秀出百变的心态，让我们牵手寻找未知的精彩，为了这个家园展示英雄的气概。小巴车，我名字叫歌德，每一刻车门就是为你开着，坐好扶稳马上出发，打开你的脑洞，就是巢穴先锋。Hey, go go bus！ Yeah, yeah！ 不论什么时候发起警报，校巴歌德马上赶到，巢穴先锋与你肩并肩，解决问题守护你的校。计划就在心中，再多险阻也不怕累。校巴车，我名字叫歌德。每一刻车门就是为你开着，做好服务马上出发，打开你的脑洞，就是巢穴先锋。 Go Go Bus 就是巢穴先锋。完成，甜甜可以开始了。好的，歌德，来了来了，波波。甜甜，那是什么？波波，是可以自动将垃圾分类的箱子哦。歌德，垃圾分类很重要，分类后可以提高垃圾的回收利用率，还能保护环境。哎呦，知道了，甜甜，快开始测试吧，我都快被臭气熏晕了。好的，艾迪。垃圾分类箱启动，耶，成功！每个人都把垃圾分好类，处理起来就方便多了哟，波波。没错呢，歌德。垃圾分类后，可回收垃圾里的废弃金属、玻璃和塑料。经过明日岛垃圾智能处理中心的加工，就能变成崭新的材料，可以循环利用呢。哇哦，超棒！哎呀，好臭啊！什么味道？臭死了！快回家，快回家！啊，臭死了！好像是从海上飘过来的。咦，陆地？太棒了，我发现了一片新大陆啊。什么？这不可能。哦，那的确是大陆，不过是一个垃圾大陆。垃圾大陆？啊，是真的，好多垃圾，臭味就是从那儿来的。海洋污染好严重啊，我们赶紧回学院找解决办法。嗯，小金，每年都有很多垃圾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大海，塑料垃圾比较轻，会带着其他垃圾以及漂浮在海面上，而且很难分解。这些垃圾至少积累了几十年呢，它们怎么聚在一起的？曼妮莎，还记得漂流瓶吗？一样的道理，洋流沿着大陆边缘循环流动，会把沿途的垃圾都慢慢聚集起来。看，明日岛刚好在洋流移动路径上，所以垃圾大陆会飘过来。说的没错，阿丽。而且不好的事情也来了。哦，糟糕，螺旋桨被垃圾堵住了。鲸鱼网被垃圾缠住了。不好，鲸鱼会把垃圾当成食物吃下去的。巢穴先锋，市长，情况我已经知道了，我授权你们用一切办法对抗垃圾大陆。嗯，交给我们了，市长。好。哇哦，市长非常冷静。
还很可靠呢。哎呀，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！明日岛快被垃圾淹没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市长，您的摄像头没关。伙伴们，我们要启动红色警报，出动所有的机器人去清理垃圾。伙伴们，我们也立刻出发。好，各就各位，脑洞大开，超旋能量球集合。代表科学 ，technology 代表技术 ，engineering 代表工程 ，art 代表艺术 ，mathematics 代表数学 ，athletics 代表运动，这一切组成了超前先锋。超前能量，哥哥变身。要组车歌德，让我们一起出发吧。超学先锋，看来情况很紧急，要赶紧帮助大家，立刻展开救援。是船长，您的帽子快递请接收，接下来清理螺旋桨。无人机开始行动。清理完成。谢谢你们，超学先锋。嘿，超学先锋来了！嘿，大家有命！这是条大垃圾鱼啊！歌德，快把驱赶鱼类的主动式声呐放进海里。没问题，看我的，波波！主动式声呐启动。太棒了，主动式声呐成功让鲸鱼离开了。出动所有的机器人进行全面打捞，去清理垃圾。垃圾堆到处都是，渡船都变成垃圾船了。垃圾太多了，无人机和机器人的数量远远不够呢。而且这也是个大麻烦，垃圾堆的到处都是，沙滩都变成垃圾滩了。把它们运到垃圾填埋场就行了呀。小青，垃圾填埋场也处理不了这么多呀。如果它们没变成垃圾就好了。有了，甜甜。还记得你的垃圾分类箱？只要用垃圾分类箱收集可回收利用的垃圾啊，在经过明日岛垃圾智能处理中心的加工，就能得到许多新材料，制作更多的垃圾分类箱。这样既能避免垃圾乱堆，还能减轻垃圾填埋场的压力。最好就让垃圾分类箱飘在水面上，方便无人机丢垃圾。好主意，阿丽，我们给它套上泳圈。那么大家赶紧行动，不可回收的垃圾收去垃圾填埋场，可回收的垃圾送去垃圾智能处理中心。做垃圾
看你的啦，小鸡。嘿嘿，没问题。涂上鲜亮的颜色，无人机就能看清楚了。歌德，再过去一点。明白。垃圾大陆是全球危机，我们要号召更多的人来帮忙。没错，我们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这里的情况。我知道怎么做，交给我吧。垃圾大陆影响全世界，他们不仅不爱船只通行，还让吃了海洋垃圾的鱼儿生病。对抗垃圾大陆，潮鞋先锋在行动。明月岛在行动，你愿意加入吗？阿丽拍得非常棒。伙伴们，我们继续加油吧。好的。起来，做好垃圾分类的同时，保持绿色低碳生活，减少垃圾的产生量，垃圾大陆很快就能被消灭。说的棒极了，塞拉斯。那么伙伴们，我们打起精神，再加把劲。好。